说到刺激的事儿，就是这个。不然你以为呢？我什么都没以为。我是想让你最近压力太大了，带你放松放松。开工，靠位，对。 又是瑜伽，又是射箭的，你在国外学了不少才艺啊。瞄准啊！进去。我知道你男朋友很帅，但是你专心射箭好不好？来，后卫，瞄准，撒放。真棒！你现在知道你男朋友多优秀了吧？的确很优秀。 来，自己试试啊！第一次射箭啊，难免有一些紧张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跟着我的动作做啊。然后，别，肖总，我知道你女朋友很漂亮，但是要小心箭哦。你会射箭啊？那你刚才。 你好，林小姐，刚才前台说您来了，我还在想怎么没提前跟我预约呢。我去给二位泡茶啊，不用，就是临时起意陪男朋友过来玩一玩。<笑>好，那您有什么需要再叫我们？谢谢，玩得开心。没有啦，其实就是之前有一个翻译的活，跟射箭有关，我就来体验了两次，觉得挺好玩的，就继续来玩了。 那你没跟我说呀，我还教你。好啦，肖总，来一局。怕你啊？嗯。来。哎，你确定你是来带我解压的吗？我现在压力好大哦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